各位时报周刊好朋友大家好，这里也是充满法式风情的一个酒窖。今天呢，我们很高兴来到大直豪宅区，我们要帮各位介绍一支我个人觉得还不错的苏格兰威士忌，叫做苏格兰之星。那我们今天同时也请到三位平常也在喝威士忌的女性，第一位是 Christine， 大家好。第二位是 Tim， 大家好。这位是 Kelly， 嗨，大家好。先看这个酒标，最明显就是 Highland Single Malt 12年。那像你喝，也是像你喝这么多，你知道苏格兰的威士忌用哪些产区？高地嘛，低地，然后 Speyside。其实还有一个地方叫坎贝尔，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叫岛屿区。岛屿区要包括泥煤味很重的艾雷岛区，还有一些附近周遭一些小岛。我记忆当中就记得好像 Speyside 都比较甜美。整个 Highland 酒它是比较带多一点点我们讲辛香辛辣的味道。另外一个大区块就叫 Speyside， 在河旁边，还有 Bourbon， 它比较接近爱尔兰威士忌那种口味。所以基本上 Scotch 还是在主要产地还是两个地方，一个叫 Highland， 一个叫 Speyside。那据我知道，这个酒厂所在地应该是在爱丁堡西边大概100多公里的8号公路上面的一个小镇，叫做布鲁克斯本。很大的酿酒集团，就是制酒集团，叫做 Iron MacLeod。那这个集团其实是在苏格兰整个威士忌里面算是一个相当相当大的。先来看看这个颜色，它基本上这个酒呢，它是在雪利桶陈了12年之后呢，它再加了一些高年份的波本桶的酒下去。我们可以来闻闻看味道。我闻到蛮香的，有那个波本桶还有雪利桶的比较甜的感觉。我觉得有点柑橘。柑橘。嗯。我觉得有一点那种很滑顺的蜂蜜啊，奶油，或者一些那种。其实我闻到就是像麦芽蜂蜜那个甜味，其实它还是有点甜啦。其实这个味道闻起来很顺。然后我们来看看它的泪滴，这个就是当我把这个酒杯给倾斜，我直立下来就看它旁边这个酒液的流下的速度。它如果流下的速度越慢，表示这个酒油脂越多。看。它入口是有个很浓厚的一个像烤蜂糖的感觉，然后非常圆润，焦糖的味道。对，上来我觉得有一个姜汁的味道，对，姜汁的 ginger 的味道， ginger 的味道。我第一口下喉就有一个辛辣的味道，但那个辛辣又不像我们喝高粱酒那。其实这个酒的颜色哦，在我们喝那么多威士忌，我觉得这颜色它的颜色是漂亮的，因为它有点。琥珀又深又带深红的那个颜色，我觉得那种黄铜红它对这个颜色它还是够吸引的。雪利桶是西班牙的雪利，把它买过来放进去，然后忽然觉得它那个味道其实是非常好。酒商是为了做雪利桶去放雪利酒在里面，对它的那个桶那个雪利香味跟现在12年是差别很大，因为桶是完全不一样。另外呢，橡木桶那是以美国的 bourbon 橡木桶为主，就波本桶。因为所有的波本就是新的第一次的。据我所知，之前有提到，就是说，因为像就是波本桶，它都是用第一次的白橡木桶的，就是美国的气候相关下，所以它再用这样的话，它可以加速它熟成的效果。美国政府为了刺激这个酒类的发展，规定。所有的波本桶一定要做有新桶，所以这样做橡木桶才不会失业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。那可以把我们一些其他桶里面的酒的甜的腻给刺激综合掉。我觉得我还蛮喜欢纯雪利桶加一点点波本桶，当然纯雪利跟纯波本喝起来也有不一样的感受。那我个人还蛮喜欢这种稍微有点混。但当我上面没有写它混搭比例是多少，那我觉得应该，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在80:20左右的比例。
喝起来还蛮算那个，它有那个辛辣的感觉，又不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，嗯、而且其实蛮顺。它的辛辣感是那一种像姜汤那种比较温润的感觉，不是辣椒，不是辣，对对对对，就感觉是。我们刚刚喝了纯饮呢，我们现在换了杯子，我们加了一点水下去。这杯子好美，圆润，变得更圆润一点。对，嗯，原本那个姜汁辣的那个味道就已经消掉了，其实不错。加水的用意，其实水这个成分哦，可以让这个酒威士忌里面的香气散发的更好。看味道。那各位知道这个酒的风味？有多少东西会影响它的味道？很仔细的话，你可能超过100样，包括水源，包括气候什么，包括桶的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蒸馏器，它的蒸馏器是一个非常小的蒸馏器，它其实不大，它蒸馏器大概通常是一个人高而已，高一点点。那蒸馏器的大小、形状对酒有什么影响？因为它本身来讲，它的酒如果说大小的话，可能会影响到它蒸馏出来的气，就是酒的浓厚度啊，然后酒体产生的一些重跟轻，最主要是这边。酒在蒸馏的时候，它会跟铜起一些化学作用，会把一些杂质或是一些味道附着在这个铜壁上面。所以你如果是比较高比较大的蒸馏器，它蒸馏出来的原酒出来它就会比较清纯，颜色稍微淡一点，它的味道会比较单一比较清香，有人喜欢这种味道。比较小的蒸馏器就是酒跟铜接触的面积没有那么大，它会保留很多原本的那个麦芽的味道在里面，很多，但它也会同时有一些我们感觉像杂质的味道，所以它这个味道，它就会保留比较多原本麦芽的跟桶香的过程的味道。第二个是加热，就是我同样一个蒸馏，我5小时把它蒸馏出来，跟8小时蒸馏出来，它跟桶接触的就不一样，加热的速度它就不一样，所以这个就会感整个影响到整个酒。那我自己觉得，大家喝喝看，我自己觉得说这支酒呢，但是它并没有很多。太杂乱的那些味道，因为那味道我想无所谓的杂乱，那包括有些带一点点苦或什么样的味道，他反而把它在勾兑调制的时候把它做得非常好。我自己觉得他这酒这个过程做得相当成功。如果要我形容对这支酒感觉呢，我只能这样讲，它这支酒像是一个在布幕后面打了灯光的女孩子的剪影，她是隐隐约约又非常有很想要很深入的在了解她，这是给我最大的感觉。这一支 whisky 我觉得我们一般女性，然后现在工作压力都还蛮大的。假设我买这支 whisky， 我会不希望太强烈的口感，然后通常我都会在睡觉之前，然后加一点水，喝了之后，然后就会有一个比较开心的感觉，然后可以入睡。是，因为我觉得它就是那种有奶油的味道，然后还蛮滑顺的，然后有点偏甜，但是又不会太过分，而且多喝几杯也觉得好像不会负担很重。如果整群里面女生有很多的话，大家都会爱。真的，因为我觉得女生有时候会觉得威士忌好像很 heavy， 但是其实我觉得它给我的感觉反而可能是因为又加了水，我觉得相对来说是还蛮滑顺。谢谢。这样会不会喝太少？还好啊，晚上要继续喝啊。我有个秘密要跟你们说，快说！我最近认识一个男的。什么？你这很不够意思。这很哎，我们认识那么久了都不说，因为还在暧昧啊。所以，而且我有发现一件事情，我因为你知道我平常都喝葡萄酒，可是这男的非常喜欢喝威士忌。威士忌你就问我啊，姐，就是威士忌。你现在喝这支，就是我跟你讲，你就拿这支给他喝。真的吗？真的就可以用这支威士忌，然后加入彼此更了解对方。而且他应该也会觉得我品味很独特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不是那一种，就是对，好像大的品牌太过大众的。对，因为他是一个很爱听黑胶，也很爱看
你知道，就是一些艺术电影的人，所以我就觉得，如果你拿这支给他，他一定会傻眼，就想说天哪，小朋友你怎么会有那么短品味独特？对啊，对啊，好啦，真的，所以试试看。好啊，我刚喝，我也觉得这支威士忌很可以，是不是？好啦，好啦，喝一下。也特别感谢他们提供给我们这么舒适的场地。各位时报周刊读者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马根皇后酒窖的 Yuffie， 欢迎大家来到这个有点像法国的古董的小地方。当我看到这一组粉红色的沙发，它其实已经有一两百年的历史。对，那因为像这样整组啊。像有点像圆弧形整组的沙发，已经在法国是非常少见。但这些桌子其实是意大利的，对，这些是意大利古董桌，那个桌子也是。那还有一些烛台，所以因为本身对于进口法国香槟、红白酒，喜欢法国的氛围，还有法国的一些文物，把自己的经营的酒窖的展现。最法国的样子。如果有时报周刊喜欢品酒的朋友，如果来这边，可以先跟你预约到你的楼上这个酒窖来，三五好友来喝喝酒吗？啊，没问题。好，那我们就特别感谢 Yuffie， 谢谢。因为我自己觉得这支酒是目前为止我是非常推荐。对，我觉得是我自己觉得非常喜欢的，因为我大概喝了好多杯了。但是还是一句话，那个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。干杯！干杯！